动物是什么啊？那是一只懵懂无知、单纯的白天鹅，遇到代表内心黑暗面，充满性感、情色、心机的黑天鹅，两者融合并逐渐正视并接受真正的自己，最终变成一位不在乎世俗眼光光下照耀的天鹅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由黄叔爱带来的个人解说。Dangerous.